这一次，咱们不在中心街区，看来他们是不想自己来找煤去吧？啊！真正效果似乎衰减得很快，也认得可以再加一点剂量。不是 ，COP 对老年人的副作用更大，再添加剂量，恐怕会加重中枢抑制的危险。 这个你不用管，我们考虑到现阶段的人的身体机能，我们尽量采取激进的治疗方案。长期的萎靡不振有助于减轻痛苦。先生您好，请关注一下华航，谢谢。女士您好，请关注一下华航，谢谢。先生您好，请关注一下华航，谢谢。先生您好，请帮助一下华航，谢谢。 女士你好，先生你好，请帮助一下华航，谢谢。老齐啊，仓库那边准备好了吗？四哥，我老去办事儿，就进了把心放在肚子里，看来情景啊，应该很快就有动静了。 这么大的一个仓库，货也不让拉出来，就这么给烧了。老齐，你觉得心疼吗？既然段部战场有指示，咱就当是装饰段位，说不定呢，咱从他那捞过来就更多。话说的轻巧，现在大陆什么形势啊？那保密局在香港能待得住吗？ 我们是把柄落在他手上了，这是阎王爷下帖子，不想去也得去。老师，老师。 我哥从哪里弄来的药？我就觉得饶不了他。你哥弄的那是什么药啊？请帮助一下！快救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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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四哥，你上钩了，该我出场了。 去吧，叶先生，这禁止外人入内。我知道，别可不是。 COP 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没有义务回答你。啊，让开。 哎，叶先生，走开！我再问你一遍，有口不实 ，COP 到底是什么成分？告诉我。不说是吧？不说我也知道是什么。它的成分是氯氮浊，对吗？是专门用来控制病人的，是一种镇静类药。告诉我是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是不是段慕恒？叶先生，你冷静一点好吗？我已经很冷静。 这是合理的方法，合理吗？目的是缓解病人的痛苦。缓解痛苦，是吗？好。叫你缓解痛苦！畜生！不是，您怎么样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
不着急，慢慢说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沈主任和帮会的人吵起来了，他们硬说是我们两行放的火，连警察都来了。你在这盯着。好。老夫人怎么样了？刚醒了，吃了点面条，吃完药又睡了。老师，姐不说话。有件事儿您可能不知道，他们给老太太吃的那个药，是镇静类的药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包括他们把老太太弄到台湾，这整个都是段木恒的计策，为的就是把你滞留在台湾，所以当务之急，您得赶快回香港。其实我已经知道了，他们给的药物确实有让人镇定的成分。你早就知道，那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让开！让开！走，让开！哎，警察先生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有人报警称，你们两行员工利用示威活动，寻衅滋事，肆意纵火，我要带他们回去调查。不是，警官先生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当时货仓着火的时候，我们是进去救火的。沈小姐，咱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吧？那现场的油桶啊，还有点火用的打火机，那是你们两行才有的稀罕物，这你来不了吧？不是，你怎么胡说八道呢？我们为什么要烧货仓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或许你们想给自己造声势呢。哎，你好了。别废话了，有什么话回来警局再说。带走。哎，先生，这已经是误会了，是个误会。警官，你听我说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怎么能乱抓人呢？就是啊，不能带走沈主任。退后。娘，把这药吃了吧。来，慢点，别呛着了。好，没事。哎。药出来了。哎。我没事了。哎，您弄点水给我擦擦，我有些乏了。哎。医院，你说我上哪儿淘换这玩意儿去？我不管，我就这么点嗜好，你不能不顺着我。行，我让人去打听打听哪儿有，行吗？行。来，来吧。